是进入到了国民政府的正规的教育之后，才有这样的一个国小的名称，甚至以前日据时代也有这样子哈。那是一个外来政府的一种教育的方式。当然了，这个外来我们从日据时代到现在也100多年了哈，那也跟我们这里的当地的文化都已经大家也分不出来。不过如果说按照传统的过去的教育的场所来讲的话，其实呢，它的教育呢就在大自然，就在家庭，就在你我之间的这个过程交往当中，或者是在聊天当中跟长辈聊天，它就是在传承。因为台湾原住民，当然包含我们卢凯族、达鲁马克一样，我们是无文字的民族嘛，没有文字，对，所以呢，都是在生活当中的口述，建立起教育的体系。那这个口述呢，虽然我们会觉得哇，那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，就因为它多元，所以每一个人的经验不同，学习的呢就会更不同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就拿狩猎这个事情，对啊，专长不同，你都可以很多的老师请教，那狩猎的猎人他的经验跟另外一个人一定会不一样啊，所以你多接触的话，经验反而会更多。